我们的贷款银行南信龙是给毛主席卖了给 PNC， 没有告诉我这件房子从2001年一直到2009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房子，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是按时交付，从来没有过。但是问题就出在他们两个银行之间卖我的物资账期没有让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的钱就来给了第一间银行，第二间银行 PNC 就没收到。那第一间银行就说我们交的太多了，就退了给我们。第二间银行同时就说我们交的同时发生，一个是交房太多了，一个是要交房没收到钱。那么这个实际上呢，错误的是银行方面，因为你卖这个物资应该得到我们同意，而且都告诉我们，这次我们没有同意，真的吗？不知道，那我们交给你。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。